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咔咔。没有你，我的故事讲给谁听？前天还没宣布朴叙俊、崔宇植、朴炯植、Pigboy、金泰亨五人将合体，一起出演新综艺《In the Soup》。而朴叙俊、崔宇植九年神仙友谊更是值得令人惊叹。不过朴叙俊的演艺路却远没有这么顺畅，甚至他出道初期还被工作人员恶语拒绝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让我们一探究竟吧。1988年，朴叙俊出生于韩国首尔，他的学生时代由始至终都被平平无奇贯穿，从家境到长相，从才艺到成绩，朴叙俊没有一样拿得出手。随着年纪渐长，朴叙俊对打棒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不料一向疼爱他的父亲这次却第一个跳出来反对，理由更是让朴叙俊无比失落。因为家里的积蓄不支持同时培养两个棒球手，而弟弟身材更高大，所以唯一的机会落到了他头上。正因如此，朴叙俊被迫放弃了棒球。上到高中后，朴叙俊像雨后春笋，个子很快蹿到了1米85，穿上人手一件的校服也显得格外突出。于是周围不断有同学推荐他去当模特，成绩一般，对学习也没有兴趣的朴叙俊觉得这是个好办法，于是主动报名了艺人培训班，最终考取了首尔艺术大学表演系。在大学期间，朴叙俊顺便去服了兵役，接着便雄赳赳地闯进了娱乐圈，但只是碰了一下门槛，他就被现实狠狠甩了一个耳光。在那个盛行花美男的年代，朴叙俊这种单眼皮厚嘴唇的长相根本不吃香，甚至有工作人员当着他的面让他整个容再出道，让人更致命的还在后头。当面试失败的朴叙俊失魂落魄地返回出租屋时，却发现自己的钱包也空了。在追寻梦想和吃顿饱饭之间，他犹豫着选择了后者。眼看口袋里的票子还没脸上的褶子多，朴叙俊暂时放下了演员梦，投身餐厅当了一名洗碗工。那时泡在洗碗池里的他不知道苦日子要到头了。2011年，洗了8个月碗的朴叙俊终于攒下一笔房租钱，于是准备重新逐梦演艺圈。当时一个朋友看他四处奔走怪可怜的，便通过人脉给他介绍了一个同行。令朴叙俊惊喜万分的是，朋友口中的同行见识当时小有名气的金秀贤。因为两人都出生于1988年，自己格外投缘。金秀贤作为 TIST 的重组后迁徙的首位艺人，大方地把公司的联系方式分享给了朴叙俊，终于让他摆脱了个体户的身份。不久后，朴叙俊便通过歌曲 MV 正式出道。2012年参演《Ram Hair》时，他就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2013年，他出演了家庭剧《金子轻松出来吧》，凭借在剧中饰演的刻薄富二代朴贤泰一角，获得了第6届韩国电视剧大赏男子新人奖。在圈中活动了4年，虽然出演了一些大热戏，获得了几个新人奖，但整体的名气却并不是很高。直到2015年时，他与池诚、黄正英共同出演了电视剧《杀了我，治愈我》之后，凭借剧中吴立温一角终于一炮而红。之后的朴叙俊趁热打铁，在同年9月推出了一部爆款佳作《她很漂亮》。在这部剧中，朴叙俊饰演了一个精英毒舌男，让人们发现原来有着温顺外表的他也能把角色演得这么不留情面。她很漂亮更是因为一股时尚风潮，剧中的朴叙俊的穿搭才在当时席卷了整个亚洲，也让他的 NNS 粉丝数量一夜激增，而这仅仅是小演员大爆发的开端。随后朴叙俊的演艺之路就犹如开挂一般，与高亚拉合作的花郎等都获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，他的演技也受到大家的肯定。在2017年，朴叙俊用一部《三流之路》再登人气顶峰，他在剧中的朴实撒娇法一度登顶中韩两地热搜，也让越来越多的观众记住了这个单眼皮的高大男孩。2018年，朴叙俊和有着收视率保障支撑的国民女神曹敏英合作了电视剧《金秘书为何那样》，朴叙俊将毒舌由中二的李英俊一角诠释得淋漓尽致。在剧中，朴叙俊和朴敏英的高甜互动让许多观众直呼太甜蜜，播出当天便在中韩两国引发热烈讨论。凭借副会长这个角色，他一跃成为众人心目中的霸道总裁，实力演员人气稳步上升。由于演技精湛，朴叙俊也渐渐在观众心目中占据了主要地位，他也成为了韩国收视率的保证。2020年，他主演的《梨泰院 Class》是创下历代电视剧中收视率第二的好成绩。在《梨泰院 Class》中，朴叙俊扮演的18岁高中生丝毫没有违和感。如果说金秘书如何那样让朴叙俊体验到了爆红的滋味，那么《梨泰院 Class》则是使其成功成为韩国最有潜力的小生之一。朴叙俊一改沉稳形象，化身为不轻易妥协、坚持正义的朴世义，带众人重新定义“热血”二字。有趣的是，朴叙俊刚出场时的造型遭到了网友们的吐槽，但随着剧情的推进，一众人对这个丑萌的造型真香了。
甚至在时尚圈引起了一股栗子头风潮。而除了在电视剧之外，朴叙俊在电影方面的发展也非常不错，《青年警察》里的表演让他备受韩国观众的认可，而他在《寄生虫》里的客串甚至引起了不少欧美观众的询问，这个帅小伙是谁？电影《使者》里那个拳手的角色让大家看到了不一样的朴叙俊，可以说朴叙俊的可塑性非常强，不仅仅是影视剧，他在综艺方面的成绩也不可小觑。2017年他在《饮食堂2》中的兼职生表现带来了 TVN 历代综艺最高收视记录。从默默无名到顶流男演员，朴叙俊用了9年的时间，出道至今一共出演了13部电视剧，除去特别客串以及全盛期之前所拍的6部作品，总计约为104集。不仅如此，这些年来他凭借着电视剧中的精彩表现也获得了不少广告商的青睐，收入也变得非常可观。根据业界曾报道过的出演费每集3000万韩元，他的影视出演费达到了31亿2000万韩元。在2015年合约到期的同时，他由于老东家再次续约，那么按照7:3的收益分配，朴叙俊总共获得了21亿8400万韩元的收入。其次是广告出演费，活跃在电视荧屏与电影幕之间的朴叙俊，目前为止拍摄的广告数量多达63部，单个广告的收益约达4亿到5亿韩元。仅在被选拔为人气最高代言人的2018年，他一年专属的在业收益就高达近7亿韩元，63部广告出演费总计约346亿5000万韩元。与所属社7:3分配之后，个人可以获得242亿5500万韩元。也就是说，朴叙俊仅仅是电视剧和广告出演费就多达265亿韩元。另外加上在电影领域的短片和特别演出，如今朴叙俊拥有数不清的额外收入，赚了那么多钱。朴叙俊也在2018年2月购入了位于首尔青潭洞的一处价值58亿5000万韩元的85平住房，并且无贷款，全现金支付，价格高到足以跻身最贵住宅前10名。除了住宅之外，曾经在网友间流传的朴叙俊驾驶的路虎上市价约为1亿8000万至2亿5000万韩元。这么看来，朴叙俊真的活脱了一个韩国小财阀，虽然赚的钱非常多，但帅哥做的善行也一样不少。今年2月，朴叙俊为患者捐赠了1亿韩元用于购买医疗器械，去年位于江原道火灾地区的灾民捐赠了1亿特别是捐赠，当时朴叙俊以自己本名朴荣圭的名义捐赠，后期核对时才知道帅哥默默无闻做善事，一直的鼓掌。而最近的朴叙俊将透过《惊奇队长2》正式进军好莱坞，目前已全部结束该电影拍摄，3日接受英媒卫报访问。他对于漫威相关话题回应显得小心翼翼，首度提到受到邀约时的心情，当时听到漫威电影宇宙要找我出演，想跟我聊聊是真的不敢置信。出道以来，朴叙俊尝试过各种不同角色，他表示，我不是一个害怕挑战的人，不论电影是在国内拍还是在国外拍，对我来说都是一项新的挑战，所以起初有点负担感，但每个人都很帮我，也很欢迎我，让我能很快的适应了。然而事业上发展的越来越深的他，感情生活却仍然是一片空白。此前他与朴敏英一同出演《金秘书为何那样》时，曾配着二人一起生情，在戏外恋爱的消息，虽然两人对此都否认澄清，但二人般配的模样仍然让人不停组 CP。 不过他曾经在杂志中说了自己最理想型的想法，他说自己是被母亲养大的，所以对于他未来的妻子，朴叙俊更希望对方是在家里当全职太太。对于理想型，他也做出了详细的描述，喜欢小鸟依人型，不喜欢身材高大型，描述的很具体。朴叙俊还指出，缺少母爱的孩子长大可能有各种问题，从而佐证全职太太的重要性。作为一个非常成功的韩流明星，他这样的期待是完全符合他的人设的。作为享誉全亚洲的男人，朴叙俊的行程是相当忙碌的，这份7年前的采访里也如此详尽地说了自己的理想型的身高以及种种描述，也极有可能是艺人本身当时就有这么一个对象，说不定人家正在说的是自己对女朋友的期待。除此之外，朴叙俊还是圈内出了名的肌肉男神，在出演电视剧《三流之路》的时候也秀出了八块腹肌，实在太迷人了。时间不会辜负努力的人，出道晚点又怎么样，朴叙俊用亲身经历告诉大家，有实力照样可以弯道超车，成为顶流男演员。你不要确定我的价值，我的人生才刚要开始，我要做所有我想做的事情。这句在梨泰院 Class 的名言也是朴叙俊的写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如果喜欢咔咔的视频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